爷。谁呀、啊？您看，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定做的易拉宝。好啊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们小哥几个，为了我这专场啊，你们真是辛苦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这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。天天跟着我排练，你们也费心费力的。哎呦，瞧您这话说的，不辛苦。得了，我什么都不说了，干脆我给你们鞠个躬。哎呦，您别闹，您坐，快点。怎么那么客气呀？这都是我们晚辈该做的。再者说，这些日子呀，跟您长了不少能耐。你看我们台上业务都涨了，到点儿了，下一波。下一波、哎、不，那个，师爷，就是门口这一波您也看完了，里头还有一波呢，咱接着看看去。哦，看看里边布置。走，这么回事？您慢点，师爷。来，接着看，里头一波，下一波。呵，这些日子。把你们哥几个可累得够呛，是吧？没事，只要您开专场，我们就开心。不是，你看这个演出之前这么多事儿，您还布置现场。哎，石师爷，您慢点。好。哎呦呵，哎呦，哎呦，看看我们布置的怎么样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嘿，好，真不错。哎呀，好。哎呀，哥几个辛苦了啊，这些日子啊，为了这专场，专场不操心，这是我们应该的。不是，那平日咱们一块排练，排练不累，不累，不累。你瞧这俩孩子说话多好听啊，我爱听。哎呀，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啊，我呀，哎呦，师爷，您给我们鞠躬吧，谁担当不起呀？谁鞠躬了？怎么这还俩架子这空着是怎么意思？不是，师，这都是垃圾。对，这是垃圾，赶紧把它归着了啊！要不然搁在门口过来过去的碍眼。是，这就归着，您放心吧。那咱们待会儿上里边瞧瞧去。上里边瞧瞧去。里边能瞧吗？能瞧吗？你们仨什么毛病？这是怎么神神叨叨的？不是，我就说这外边都布置好，这里边它布置好了。你问我呢？那个，我这琢磨着要不这啊，走，瞧瞧。哎，咱里边看看不得了吗？嘿，你瞧瞧，嘿，布置的挺好。一会儿还有掌声呢。哦。师爷您慢点啊。哎，好。哎呦，师爷，您来那么早啊？你瞧我这布置怎么样？满意，特别的满意。走，小哥几个辛苦了啊。您里边请。哎，好。哎呀，真让你们受累了啊！哎呀，我们啊，这也是借您的光啊。要不是您带着我们，我们哪有机会跟您合作呀？嘿，这孩子会说话啊！好，我高兴。这观众不少吧？哎，外边谁说话呢？听着可耳熟。我瞧瞧。哎，师爷，不行，师爷，这窗户开不了。窗户怎么不能开啊？不是，怕您着凉。嗨，得开窗户，我着什么凉啊？哎呦，一开窗户回头灌风，回头吹着您。您那么大岁数，风吹着可该得病了。我得什么病啊？得了这个产后风。我坐月子呢。啊？怕呀。产生后遗症风，就怕您着凉。我着什么凉？别在这儿。怕您着凉。我是着凉。别谢，别谢，来，谢谢。瞧瞧，来。哟，爷们儿，好啊。哎，师爷。好，您坐着。吓死我了！下台阶儿，换一平地儿了，还行。我在后台待的好好的，你把我弄这儿干嘛的？主要是怕您啊，待时间长了不舒服，陪您溜达溜达。我没不舒服啊。我刚溜达到后台，我还能溜达到哪儿去？那也不能老待着，人网上都说了，老待着对老年人的身体不好。啊，是啊，对，容易得老年痴呆。啊，可不嘛！您想想啊，吃完饭就往那儿一呆，痴呆就那么来的。是
这么讲吗？其实主要是啊，到门口看看去。刚才不是看那个易拉宝了吗？啊，现在看看那个横幅，那横幅刚到，走吗？走。你们干嘛去？门口看看呀。你现在不能去门口，不能去。哦，就是那个，现在不能去门口。对。不是你不是说让我上门口吗？你怎么都不能去？现在不能去，一会儿再去。现在得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，哪儿啊？厕所，厕所。对对对，您该上厕所了，师爷。我没憋着什么，我上厕所了。不行不行，得去。就像每天吃饭到点吃饭一样，这个点呢应该上厕所了。网上都说了，老憋着对老年人的身体不好。哎，对，这我没憋着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上厕所，你待会儿也好啊，在那儿待着呢。小包赶紧安排一下，师爷要上厕所。好嘞，好去。小黑，赶紧安排，秦师爷要上厕所了。至于至于，您是师爷，您是艺术家。嘿，师爷，这大罐是您为今天这专场特意做的吧？怎么样？漂亮，好极了。也就这身大褂，才能配您大师的身份。这是什么大师啊？就是一说相声的。哎呦，您老那么谦虚。想当年啊，我刚能演出的时候，天天是我开场，溜溜我给人开了七年的场啊。七年。直到有一天，不对啊。今天是我的专场，怎么还是我开场？连个电场子都没有。这菜有啊，他是因为不知道，观众太热情了，对对对对，特地要求的啊，说您等不到第二场。对，我等不到第二场啊，不是，就是说等不到您第二场演，头一场就想看见您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。观众也太热情了，可不是吗？不嘛，这马上要开始了，咱，走，得嘞，慢点啊！哎，师爷，低点，哎，啊，哎，场上谁使呢？那个大飞和小万。哦，他们俩不都是捧哏的吗？是那个小万有时候也逗哏。哦，这有点意思，待会儿我得瞧瞧。大波。哦，师爷，慢点，这大褂有点瘦了，您这大褂，差点烦我们。给您弄的领子。嘿，好，得收了呀，上哥几个。我这一来就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师爷，咱该上了。哎，走，好。师爷，您辛苦，您辛苦。我不辛苦。一会儿您得多拖着我。咱们爷们还客气什么呢？你真是，师爷，他比较笨，甭客气啊。师爷，您这是宝刀未老啊，还那么火爆，真是。哎，我先坐会儿，咱们怎么从这边下来了？人应该上场门上，上场门下呀。哎呀，这表示着您50年一个轮回啊，就是意味着您又重返舞台，再上征程。对，所以说是上场门上，下场门下。哎，哦，你们这么设计的？对，这是专门给您二位设计的。二位，哪二位？您跟您的搭档啊，甭管您跟谁搭档，反正都是两个人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您抓紧时间休息啊，一会儿您还得跟大波再上一回呢。我真怕您盯不住。哎呀，我盯得住啊，那您盯。我们盯不住了，下一场。师爷，咱准备上场吧。你着什么急呀？我再歇会儿。我怕回头您误喽。误不了，待会儿爷儿俩紧走几步全有了。师爷，我搀您吧。师爷，我扶着您。哎，这我给您抱过去得了。去，我自己还能动呢。这我怕回来不及了。对呀。怎么就来不及呀？这哪儿就来不及呀？怎么就叫来不及了呢？这孩子。梁玉生，秦上场。二位是这么回事？哎，你俩先盯场去。小黑，大波。师爷，咱们该
接场啊？接呀、啊，谁爱接谁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爷们儿，糊涂台上可下来了，下来吧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师爷，您该接场了，我该接了。这是我专场不是？要是我的专场，把跟我无关的人全给我轰出后台去。师爷，台上一下来就该您上了。哦，该我上了啊！得嘞，可有意见啊？咱们这个后台种地是闲人免进啊，除了你们小哥几个，不能有其他人在后台。师爷，您说，跟您无关的人轰出这后台，那梁师爷跟您有关没关呀？无关。师爷，那您说后台闲人免进，那秦师爷也算闲人吗？哎，算，算。要不这样啊，师爷，您看您上场的时候啊，您梁师爷跟您一块儿去，这后台不就没有跟您无关的人了吗？哎，师爷，嗯，那您说您一块儿跟秦师爷上台，那后台除了我们哥几个，不就没有别的闲人了吗？嗯，不是你们那意思，想让我跟他说一段？上台，我们俩正好合作演一节目。没错，哈哈哈哈！呸！我起过誓，有生之年我都不看他一眼。嘿，我还告诉你们啊，让我们俩同台说相声，绝对不可能。我许过愿，这辈子再不跟他说一句话。您破回例不行吗？不行，师爷。嗯。万一呢？没有万一，啊，小子，不是我难为你啊。要说之前破个例啊，就冲咱爷们这关系，再破一回例无的所谓，是不是？但是，我跟他啊，这么多年了没说过一句话，啊，你说为这事儿，我能跟他破例吗？你们想啊，这么些年我都没看过他一眼，今儿个让我跟他一块说相声，嘿，这要有个先例也就罢了，你让我首开先河呀，没门儿。哦，师爷我明白了，您是因为没破过例，所以不答应。哎，这事要是破例了。这事儿就能成，是这意思吗？是这意思。飞，哟，梁师爷给你跪下了。嗯，我可没跟你磕头啊。嘿，你小子坑我！二位，二位，我说两句，给您俩人框了，那绝对是我们不对，打也打得呀，骂也骂得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。但是今儿这观众可没错，人打了票来了。是人听相声，场子全空着，这不合适吧？您当老尖儿的，给我们做一表率。我们一直拿您当榜样。来，哥四个，哥四个，过来，同是祖师爷，我们小哥几个给您跪下了。别别别！别别别！走走吧。这些菜您到底想不想吃？我想吃。您到底爱不爱吃？我爱吃。爱吃也吃不了。怎么呢？我呀没钱。哦，白说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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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一回文字游戏。什么叫文字游戏？
来一回叫学说话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说三句话，你跟我学，学上来算你聪明，学不上来算你傻。学几句啊？三句。中国话外国话呀？中国话。中国话，别说三句，三十句、三百句我都敢跟你学，而且保证出不了错。你这有点吹牛啊。我这还搂着呢。那咱们开始。开始啊。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。说呀。完了吧，就这个，这谁不会啊？那你算学呀。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，这有什么呀？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。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。错了吧？没有，改回来了，吃茶。这都错了。怎么错了？我让你跟我学几句啊？三句啊。头两句你都学上了，第三句你怎么不学了？第三句你还没说呢。我说了。你说什么了？第三句我说错了吧，你也得说错了吧。这行业什么的，要不是师傅说呢，还得多跟高人学呀。你真是山外有山，楼外有楼啊。行了，师哥，您赶紧琢磨琢磨，两位老先生下来之后咱怎么办吧。三十六计，隔岸观火。哎，还是看着。我以为走位上计了。哎，又错了。哎呦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甭说嘿，今儿这观众还是真热情。可不是嘛，这都是老观众，这几年没见还挺想他们的呢。你发现没有啊？这些观众们可也都老了。你以为咱俩不老啊？啊，没事，我跟他聊什么？你可别以为我原谅你了啊！刚才那是给观众面子。打今儿起，咱们还是不见面。哎，小万，大飞，哪儿去了？你以为我稀罕见着你啊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也是冲着观众的面子，我一直强忍着。今儿总算把后半辈子要说的话咱都说完了啊。从今天开始我没有任何要跟你说的话了啊。喂，气儿，这会儿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怎么着，你没有要跟我说的话了？你就不想跟我忏悔一下吗？你就不为你当年干的那些事儿感到愧疚吗？我有什么愧疚的啊？想当年人家邀我去外地拍戏，嘿，你嫉妒我啊？趁着我在外边拍戏的功夫，你来个釜底抽薪，嘿，一脚把我给蹬了啊！外边还跟别人说都是因为我的原因。你这话说出来，你也不怕打雷劈着你？哎呦，还打雷劈了我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咱们今儿个可就得好好的掰扯掰扯了。你说呀、啊。想当年，你出去排戏那几天，跟咱们俩从艺30周年纪念演出正好撞上，有这事儿？我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你去你的，这儿的事儿你甭管，只要演出当天你能回来就行。结果这儿的演出的事儿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操持的，你没操半点心吧？你结果你怎么样？嘿，演出当天你愣给我撂了，急得我什么似的？
我到处找人找不着，最后实在没辙，我在后台找的人替你啊。结果你怎么样？该传底了，您老人家大摇大摆的回来了，弄得自个儿跟夺的腕儿似的。我一看你既然来了，甭管什么原因，先保演出。没，我跟你演了，我把找好的人又给人家辞了，我哪点对不起你了？嗯，这话说的你还一肚子委屈。我告诉你，我一肚子话我还没说呢。为了不耽误这场演出，你知道吗？排戏排到凌晨四点了，就怕耽误演出啊，没睡觉，直接我就奔了火车站了。一大早的火车呀，我就往回赶，把我给困的，在火车上，怕坐过了站，我硬撑着，不敢睡觉，好容易半道车进站了，我实在困得不行了，得嘞。我呀，下车，我抽根烟，提提神儿。嘿，一不留神，火车开了。哎呦妈呀，把我给急的呀！我满处求人，我赶紧想辙，赶紧想辙。我是火车改汽车，汽车改电车，电车改货车，货车改牛车。最后我还骑了一段自行车，总算赶到剧场了。进了后台呀、啊。我连口水儿都没喝呀，穿上大褂，我赶紧接场。啊，是，是，我是误场了。但是，你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？啊，打我进后台，你就冲我搭了个脸子，啊，下了台连搭了我一句你都不搭理呀，啊，你还跟别人说，我这人不靠谱。要指着我就全完了，有这事儿吧？人家本来就辛苦，临时给人找来，临时又给人换下去，那我不得跟人家客气客气吗？哎，我跟人客气完了，一转头，哎，你没影了。过了两天，你就跟我说你要停演，不是？你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你让我还怎么着？我还上家里求你去，你也没求我呀。我求得着你吗？这说了半天，这都是你的不对。我怎么不对了？想当初你要不去浪的抽那根烟，你也耽误不了火车，也就没后来的这些事儿了。打那儿起，我就恨透了这抽烟的了，当天我就把烟戒了。就你把烟戒了？我甭说抽烟，我把家里烟我全送人，谁再送我烟一概不要。咱就有这毅力。毅力什么呀？毅力啊，打小你就爱抖机灵。我抖什么机灵？那小时候学艺的时候我们都早起练功，嗯，你呢凭着自个儿这点机灵劲儿，你从来不上早功。嘿，这回回师傅检查的时候还老夸你用功，嗯，哎，这号召我们跟你学习。学什么呀？嗯，学怎么糊弄师傅。不是，我呀是没你有毅力，是不是？打小你这人认死理儿，对不对？你就爱较真儿，我恨死你这较真儿了，知道吗？看这不对，看那不对，仿佛就你全对似的。他就是我全。我哪点不对？你可别让我把你问住。没想到这事竟然这么解决的。我觉得咱还挺有成就感的。哎，我今天必须得发个朋友圈，纪念一下。真没想到他们还能和好如初。哎，这事儿啊，还是咱们撮合成的。师傅准得表扬咱呀。哥，你猜师傅会说点什么呀？嗯，我很欣慰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呀呀，我要上台啦！嘻嘻哈哈，嘻嘻嘻嘻哈哈，您就瞧好吧，啦吧啦吧！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呀呀，我要上台啦！嘻嘻哈哈，嘻嘻嘻嘻哈哈，您就瞧好。是嘴皮子的功夫，可不能含糊，从来是冬练三秋夏练三伏，学必
续的像不像样，南来北往一张嘴就听到你的家乡，都开了包袱都拉了师傅，笑声是观众最好的礼物，唱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奇花异草四了季的清香。你看这是哪儿？这是我新生活开始的地方。赶紧把明天台上的词儿多背几遍，都在脑子里呢，错不了。上台了，好好玩，走观众去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呀呀，哎呀，我要上台啦！嘻嘻哈哈，嘻嘻嘻嘻哈哈，您就瞧好吧，啦吧啦吧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呀呀，我要上台啦！嘻嘻哈哈，嘻嘻嘻嘻哈哈，您就瞧好吧，啦吧啦吧。走走在大街上，我有点迷茫。人潮的熙熙攘攘，慌慌张张。夜深人静，我进入梦乡，看见了一个地方，醒来很久了，都是那么难忘。他闪着迷人的光，我心驰神往，从此我愿意为他奔跑，为他疯狂。再多的汗水，再多的彷徨，都不怕，只为了灯光照在我的身上。师傅说，只要一个观众也好，今天来几个人，咱都比他。